加个倍哈。还有个小子跟我说没了，你没了。好好听着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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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他哪来四个三儿啊？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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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听见没？哎，一人还是当当了当当当当当当当。我居然打个炉仙，我是没想到的。A 一过来阴住 ，A 接 Q，A 接 E， 吃点烟，闪现，不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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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说停停，我说停停。一上来 Q 一下 ，W 留住 ，A E， 不走，小伙子。呀，我的炮车！原来你也带的是点烟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鳄鱼打的炉仙确实难打，好难打哦！所以我决定先抽个小反甲。日炎就算了吧，日炎的鳄鱼还是算了吧。呀，打完我得换号了，我不能打电信区，我打电信区中午会卡，大家看着就不舒服了，我给忘记了。一上来推一下，再一回去 A 个车，再一平 A 拔波扭度吃药往前走 A 征服者触发 A 接个 Q， 他也不走了，他也知道我卡他真位，他走不了。哎，这是对的。各位观众，我已经无敌了，如仙在上路已经玩不了了，直接过来卡的兵线，没有退路了。一过来晕住，开大招点燃接 Q 平 A， 再 A 一下烫死。我少吃一层塔皮，不过我杀了一个炉仙，没关系。
再吃一层塔皮，回家了。已经开始有点卡了，看着吧，这层塔皮应该掉不了，就是。他知道我在这个草丛里边，我们直接走。这里有眼儿。本来我这把是想玩王八的，但中路整个泽拉斯，不想玩了。再来个布甲还。再出个可血战斧的小件儿，又起来。差一点就更新，就更新好了。我们只需要又起来，他就打不动。他已经开始卡了，现在几点了？现在11:12，11点就开始卡了，就开始跳片。一两段晕住，算了。他这开枪都慢半拍，直接开大招，直接先杀卢仙啊 ！A 接个 Q，A E 一过来，为什么又砸我一下呀？这防御塔，哎，这防御塔我都走到这儿了，还能砸到我？我真是吐了。活活给我卡死了，真的是硬生生给我卡死了。这蛤蟆有闪现，哎，没打死，挺烦的。五级蛤蟆居然没杀了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双 buff 没拿到，你想啥呢？想啥呢？想事儿呢，有心事啊！我一看呢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谁家防御塔呀？为什么能看见眼儿啊？啥意思啊？你为啥能看见眼儿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我有火眼金睛，一上来晕住，向我开炮，揪一下，一过来，平 A， 再 A， 这家伙这一脚，那你俩照样没有办法在塔下生存呢、啊，这不一样的吗？无所谓嘛，少死一把呗。他这草丛里边还回上城了。我们只需要塔后断线就可以了。
卢仙好像已经是挂机了。为了防止我们一些法没活过来啊，没挂机呀，没挂机算了，我们回家。再来个蟹手，先把科学战斧除了，再来个蟹手，蟹手出完，我们再来个死亡证。不管他了，先打个蓝，这就不管了，先把蓝打了。哎，爬着来了，开大招攒路打，爬坡留住 A 可选战斧一，闪现一 Q。要谁呢？你有什么可以阻止我的？又有心思啊！留个 E 啊，省得他 E 好闪。AQ， 省得他 E 过墙，把我这打了吧。昨天有个卢仙也是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就上路一直待着，就搁塔下一待。来兵收一波，不来兵就一呆，不知道干啥呢，打信号也不上，问也不说，然后最后啪嚓掉线了，不知道啥意思，没懂要干啥。有事儿呗，有事儿啊，那行吧，那有事儿。我觉得应该改一下，鳄鱼打塔也应该攒怒气。为什么会派一个帝国指令寒冰过来守我？为什么呢？这是为何？我一走吧，我就不上了。哎，他能看见我呀？哎，来，一出和血战斧，一打不溜。银马来，走位，走位，走位。走位，一个没走掉，算了，溜了溜了。走位失败，我溜了，你乐意猜你就猜吧，我不管了啊。来个蟹手，
把我们的红打了去。银马已经帮我们把上路给拆了，我们可以去把上路给他推了。别打我红啊！扫一下不扫一下，其实都行。我估计这泽拉斯不能再来了，应该是不能出来了。找寒冰呢。Hello， 晕住，平 A 一下 ，A 再 E，A 横怒扣，和解战术。呀，这都能打到我，我真没想到。等个 E 吧，开个大。假装是硬拆，其实是过来杀他，知道吧？也有个 A 的很爽是吧，兄弟？假装我们是一直要拆这个防御塔啊，其实不然。一过来，啊，没有E了就走。要不然我E上去，我回不来了。再来个死亡之舞，鳄鱼不出日炎，我是真没想到啊。鳄鱼出日炎就是混呗。来把这寒冰杀了，一段E，二段E，抽一下。我有血手的，还回头 W 点炎接钩，红 A 一过来。在 A， 我有卸手的 A 和解战斧闪现钩，哦，没想到吧？我有大，吃个药来。我还是能看见对面眼儿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一过来晕住，我和解战斧一接钩。为什么我能看见对面的眼儿啊？混乱将随后而至。真的，火眼金睛吗？这个眼儿还可以拆掉呢，但这眼儿是谁放的呢？嗯，很有可能是这个蛤子摸眼的 bug。 你干哈呢？一会儿我们让他摸个眼儿看一下啊。我都说了，我是那新版本 bug 那么多，抓紧修，修完再上的新英雄。那新英雄指定也有 bug， 你看着呢。啊，只要瞎子摸过的眼儿，就永远能看见，就永远能看见，只要瞎子摸过的眼儿。看见没？那不给人送钱呢吗？这
潘森出的排眼刀跟潘森的排眼刀没关系，刚才潘森脑袋顶上没有亮光，没有透视，脑袋顶上刚才摸眼儿，为什么不摸眼儿啊？这哈子，我就想让他摸个眼儿，摸呀！核解散，出不过来。死死吧，怎么不摸眼儿呢？这人摸呀，出个反甲，翻盘了，翻盘了。你说哪一回翻盘了让你说准了的？你说你是哪一回能让你给说准，能不能准一回，哪怕一回。抽个黑切也行，我射中一个吧。哇、哦，那泽拉斯伤害有点高啊！这家伙，可血战，风跟我，我有血色。哎呦，好疼！好闪！这冰女人看着我脑袋疼，来把小龙打了，下一波等蛤子没有大了，我们直接闪现进场把这泽拉斯杀了，25成输啊，打我有点痛，只要泽拉斯死了，其他人打我们基本不掉血。走，打个大龙的。被杀！哎呦，这什么连招？100块。大龙也行，中推也行，大龙吧。你们大龙，我中推。我一个打四个应该不成问题。更何况他们家才三个人，我就今天就扛住这个防御塔又能怎么样，核血战回家个坑还是死了吧。把这个出了，来点魔抗。和血战斧没磕着太多的人儿，而且他们家技能有点多，三个大一个虚弱，加个防御塔，技能是有点多。我伤害太低了，啊！你又想伤害高，又想又，那怎么可能呢？
没东西，先把塔拔了吧。这维恩怎么死那么快？这谁的跳弹呢？哎呀，头痛！我这一打三，你们好像有脾气是吧？我这一看呢，仙云瞎子一上来再一 A 和血战斧接个 Q， 又他妈有个虚弱，怎么那么多虚弱？上回不放过了吗 ？Q 一下，哎呀！怎么又有一个虚弱呀？上波我记得放过了，也没放过吗？这远古无灵确实得杀一手。一会儿把水龙龙魂打就可以了，不用了，你直接冲他就行了。嗯，分带个屁呀！那五打四还打分带，精神病吗？你把下条水龙龙魂一拿，他们上哪打得过去？那银马冲的泽拉斯不随便冲啊！你别上了，我在后边可以打。直接上，有闪，这风筝人太烦了。又是一波葫芦娃。还点投降，精神病，真是纯是有精神病。哎呦我，居然文音把德拉斯杀了，还行啊，立功了。直接给我往上冲！来，你冲！哎呀，这爬的确实是有点烦人啊，有点讨厌。不过没关系，大招换大招吧。往这儿走啊！冲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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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冲这个！
没法上。你杀中单啊，看看这边能不能打。哎呀，这蛤子有大招啊，怎么上啊？你说先打前排可以吗？打什么前排呀？你跟我冲后排呀！你打个屁前排呀？还这有什么好打前排的呢？你说？哎，这流氓真是个傻逼！怎么整？全长手打前排，哎呀，怎么跟他整？怎么跟他解释？你是怎么跟他说？你直接冲中单行不行？你下回直接往中单脸上冲，我直接往中单脸上冲，俺俩直接把他杀了。杀完以后，这 ADC 打人都不掉血，三件套 AD， 你说这打人能掉血吗？再杀瞎子就完了呗。又鸡巴死，真是愚蠢。能打呀，这有什么打不了的呀？这瞎子要跟我打，哎，有这加速可以，你就冲后排就完事了呗。我跟他一块往里冲，我们直接把泽拉斯一杀。杀完以后就剩的 AD 打不动，那辅助又没有用，剩个小破蛤子后期还不厉害。老觉得自己的思路吧没有问题，还把他踢死。水龙龙魂拿了，放三个，放三个不拆了，走吧。潘森挺有意思，这潘森挺有意思。靠，他怎么伤害那么高啊？啊，潘森完事是冰女，冰女完事是梅耶。唯一完事是银马，银马完事是我，我们家就哎，永远就是五个人，就一个一个死，一个一个死，一个一个死，这个死完那个死。还好这水龙龙活跃。啥来着？看着没？啊！必须得杀德拉斯啊！
杀他，别人都可以不死，泽拉斯必须得死。我杀他瞎的，你别跟他秀了，不行，你就让我来就完了呗。二打五都能打，那其他人没伤害，你知道吧？那卢仙就是给我回血的，那 ADC 甩完一个大也没有伤害，那打人不掉血，打的没我回的多呢。把上路拆了吧，拆点别的路。这潘森和谐战士，我说实话我们该撤了，那对面要大龙了，你知道吧，对面要大龙了，我觉得我们该撤了。能打，往后开冲，我们先杀这女生，直接往上冲，来，直接往上冲，给我冲，给我冲，给我冲，冲，冲！我给他加油打劲儿。你看那卢仙打那人，他打的都没回的多。你是真秀，秀儿是你的秀儿。鳄鱼还是有点笨，在英雄帮人拿个五杀呀。